啊 ，City 话叫你倒水落去，啊、冲水落去。系啦，佢话诶，好简单啫，倒水落得啦，即系佢以为冇水 ，OK， 就会蒸咗啲嗰啲气上嚟，所以要倒水落去。你相信我哋嘅 service 係 certified 噶啦嚇？係 ，very very good。哎，多謝阿黎太，咁啊，我多謝你。唔該，你成日話喺嗰度特別抽。OK， 哦。原來你嗱，你就搞掂啦，啊，唔使揾 city 啦嚇，啊，成個鞋盒抌咗佢啊，冇擺喺度啦，冇抹，成個鞋盒攞出去抌咗佢啦。OK。啊！哎呀，真系死得！Oh my god！ My god， 真系。嗯。原来就系咁简单一个问题。O、okay, K， 嗯。黐线啊！我唔会拍你个样噶，真系咩 ？O K， 诶，而家咧我就喺 New Market， 咁啊，依个 basement 咧就投诉有气味嘅问题啦，咁啊。找不到源頭已經是嘗試找過幾個星期的了，又通過渠啊，又做過很多事的，那這個 basement 都挺大的，那些氣味點呢？那現在我們看那個 older strand 呢是8啊，那樓上呢就是3，那其實這裡的氣味比樓上呢是強了3倍的，那也就是說這裡的氣味相對嚟講係唔正常嘅，咁啊啱啱係點嘅問題咧？嗱，通渠亦都通過啦，咁嗰條渠咧係非常之乾淨，冇問題。啊，洗衣機排水樣樣都正常嘅，咁啊亦都 check 過曬所有嘅煤氣管道。我是 double check 所有的煤氣管道都沒有漏水，所有的 drain pipe 的排水系統是 OK， 亦都沒有其他的問題出現。那但是那個問題的所在是怎樣呢？那我們把那個謎底解開那個謎底呢OK， 不要緊，這個謎底呢其實呢就是依包嘢，依包咧，一包三文魚喺雪櫃攞咗出嚟，就擺咗喺嗰個嗰堆雜物上高，就變成咗唔記得攞，咁擺咗喺嗰個鞋盒上高，咁嗰啲氣味咧就一陣陣咁樣發咗出嚟啦，咁而家我哋睇下嗰個氣味。阿蘭太，唔該你開一開佢，我哋睇睇到底有幾臭嚇。係非常之 disgusting。OK。OK。哦。OK。幾多而家？未靠近啲先。OK。28。Oh my god！ Disgusting。We solved the problem. OK. Oh my God. Well done.